召集人、各位先进、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在今天哦，很感恩，就是我们听到了许多的声音，包括上一次或这一次，有许多人很希望我们内湖地区，把这样子的一些破旧的铁皮屋，把这样的一个水泥地，能够更美幻、美轮美奂。那这些声音我们都听进去了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有些声音就是希望我们这里呢能够有更环保、更好的，或者是在各方面大家更安全的一个思维，我们也都听进去了。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些大家的沟通里面，我们相信一次一次的，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潘先生所讲的，就是我们未来大家聚焦之后，一一的把问题解决，我们很希望能够早日为各位来营造一个更好的园区。但是呢，以慈济的立场，并不是像刚才我们议员讲说啊，慈济在急什么。我相信我们召集人一再跟各位讲，我们并不急，但是呢，我们很希望为我们的社区来做一点事。这一些事，就是如何在大家的问题都兼顾之下，我们让我们整个内湖地区大家看起来更舒适、更有活动的空间。那么这个是我补充的几点，谢谢。